个热烈的掌声。罢免立委蔡正元投票终止，等待结果出炉前，柯蓝伟志工连番上台自我打气。内湖垃圾焚化厂这边的同意票是217票，反对票是10票。传回总部的开票结果，赞成罢免远大于反对，只是从票数来看，民众似乎不大踊跃。毕竟罢免案要过关，双二一门槛不低，内湖南港31万选民必须有一半以上去投票，有效票也要过半，换算一下，至少要有75000人投下赞成票，这罢免才会生效。但开票结果出炉，北市选委会公布，虽然有效票超过90%赞成罢免，但投票率仅仅24.9%，罢免蔡正元宣告失败。至少这是在我们的政治史上第一次说罢免有进入最后阶段，所有的进步都是一步一步来，没有迈，有时候常常没有迈一步到位。蔡委员说啊，他就是觉得你这两天的这个动作啊，都在帮他助选啊，他说他还会加倍奉还，你怎么看？我想今天是情人节，我们下说下一次去瑞士带他太太去就好了。这是一场民主与法治的伟大胜利，政治诈骗集团和职业学生所推动的罢免案已被人民彻底的唾弃。蔡正元神隐一天，开票结果出炉后出面受访，这一次罢免失败也代表剩下任期无法再对他提出罢免，蔡正元能顺利当完这届立委。记者郑浩报道。